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韩家男孩子王鹏萌叔江毅。今天我们在直播间里给大家来测评测评，在网上超级火的来自于纽约的千层蛋糕中的爱马仕 Lady M 到底好不好吃？哇，这个它 title 真的太长了。哇，这个蛋糕是怎么卖的？它的千层蛋糕是这样子的，哎，挺好看的，一格一格的卖。为什么呢？他可能觉得你整个买下来买不起。这样一小格要75块钱，一整个蛋糕差不多是12到13块的样子，也就是1000块钱一个蛋糕啊！我今年过生日想要吃 Lady M。我们这一次在他们家买了5个口味的千层蛋糕，我们每个都只买的是一小格，不是因为没有钱，是因为怕浪费。第一个，我们来吃他们家的经典千层，包装非常的浮夸，哇、哦，还有冰块，保鲜的。咱们拿个好一点的，这样看不到了。切个近景给你们看，宝贝们。哇，它这个真的感觉非常多层，好绵啊！这应该有多少层啊？我来数一下，很多层。我好期待它好不好吃哦。怎么样？哇，好腻呀、啊！厚重的金钱的味道，它这个奶油不是很清爽，杨贵妃般的奶油，甚至没有全家的那个奶油蛋糕上奶油好哎，好腻好腻的奶油啊！我真的很腻，非常腻。它不是甜，它是在你嘴巴里面，它有那种奶油的油味儿，它在你的舌头上挂壁，不是我喜欢的口味，就是不好吃哎。经典千层是不好吃的耶，我左看右看，我上看下看，它经典在哪里？它怎么是一篮子买卖是吗？骗一个是一个。但是我看有很多人排队，可能是靠营销。当然我们也不会浪费的，放冰箱里慢慢吃。栗子风味，上面呢有一颗栗子。这时候如果你要高端一点的讲的话，你可以讲他说 less is more。但是呢，就说实话，我花了这么多钱，他们就给我放一颗栗子，而它不是一颗哦，是1/2颗。1/2颗。它最好里面的奶油是带栗子味的，不然你会生气吗？对呀、啊，什么东西啊？里面是有一点点栗子果肉，是在这个千层里面的。真的好吃吗？弹幕上有人说栗子味很好吃，但是我想说它这个千层有在参加追光吧哥哥，为什么又油又腻？它在本身的经典千层上面加到了那个栗子味，什么东西啊？你把栗子一起吃掉了？我吃了呀，可是它并不是栗子味的奶油哎，它就是在经典千层里面夹杂了一些栗子的颗粒、栗子碎。这怎么说呢？我吃在嘴巴里面有一种呼嗓子的感觉。他们说这个要配茶吃，我的奶茶呢？把奶茶给我。下一个我们尝一尝桂花口味，哇，上面有桂花哎，桂花味好像是季节限定，上面好像有一层桂花冻哦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好我只买了一片。过生日如果拿这个蛋糕给我吃，我会生气。哎，刚刚是谁说？哎呀，我要生日了，我要吃。年少无知。哇，桂花糖浆哎，我能想象到这可能是老外喜欢的口味，这好甜啊，巨甜！你没有那种桂花的清香在里面哎，哦，就甜到我脖子痒，我感觉会有蜜蜂在我身上采蜜的那种甜，你懂吗？你尝尝看，真的哦，对吧？好难吃啊！哎呀，浪费好多钱。配红茶，还想让我在他们家买红茶喝？做梦！你这个东西这么甜，你让我自己还要再花50块钱买杯红茶吗？做梦！不可能再花钱了，气死我了，真的是。来抹茶，但这个很漂亮，颜值很高，我觉得。对，这种好看的东西呢都不怎么经吃的，真的是。找的我刚拿走了是吗？是的，然后你镜头也没有放小，大家看到的是特写的我。有多少网红能经得住这样特写镜头啊？但是他们家餐纸很漂亮啊，上面写着他们 logo 哎。你上面印着爱马仕都没有用。我们来尝尝抹茶的，哇，它上面感觉有一层草皮。这个看起来不错哎。What's wrong？ 如果你们真的很想吃 Lady M 的话，我建议你们不管买哪一款，一定要配一个抹茶，它就是你所谓的那个配茶喝，你知道吗？看我嘴巴里面是铁观音磨成的粉，这个口味它在中国市场真的生意会好吗？大家在那个店里面发的朋友圈是在硬夸吗？大家都疯了吗？你快尝一尝，这个茶叶又涩嘴又苦，我怎么着呢？也算是半个美食博主，我也不是没有吃过抹茶，这个抹茶真的是大红袍来的普洱茶，哇，巨苦，太茶了，就是那个茶的那个粉的那个颗粒在我嘴巴里面。喷射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。我本来今天有点遗憾，只买到了5个口味，我现在觉得还好。下一个，我们来吃海盐口味。不要给它特写了，我不想给。有丝丝海风吹入你的脑海里，让你觉得哇，好清新吗？老火腿，你们吃过怡口莲吗？吃过，1000层的怡口莲。会蛀牙的甜，我之前在网上面看别人评测说这个蛋糕吃颗就够了，吃2颗可能会腻。我真的觉得有事，居然能吃完一个。啊，怎么是名媛群拼单的是吗？10个人吃的一个。我很爱吃甜的，但这个甜我真的受不了。让我来一下，来自 New York 不是我的口味。难怪纽约是国际大都市，大家就是不是很在意钱。
有宝贝在直播间提醒我要吃这个东西，最好要配美式、配黑茶、配苦茶。我就想说，是我在吃这个蛋糕，还是这个蛋糕在吃我？我要伺候它。最好再配个米其林厨子给我再重新烹饪一下。我没有这个闲情逸致去伺候它，我可以吃更好吃的蛋糕。隔壁肯德基卖5块钱一个葡式蛋挞，比它好吃10万倍。上面还有那个棉花糖呢，这上面只有半颗栗子，真的是气死我了。在我心目当中，真正好吃的东西，你就算不配任何东西去吃它，它也是好吃的。你需要搭配的东西，那请你搭配着一起卖给我，但是你不要另外收我的钱，好吧？好，今天的 Lady M 测评就是这样。你觉得哪一个最难吃啊？挑不出来哦，竟然差不多。真挑不出来，他们家真的是口味非常的统一，统一的难吃。就吃完之后，我一直想保持一种拒绝的态度，一直想叉腰，你知道吗？我又觉得这样稍微有点娇俏，就只能这样。居然这样的。好生气啊，钱被骗掉了还是得吃完。我是建议大家，如果钱不多的话，建议你们去隔壁去吃别的甜点更好吃，去吃一个什么芋圆啊、蛋挞呀、啊、都比它好吃很多。好，今天视频就这样咯，爱你们哟，啵。